話覺得香港啱唔啱創業咧？香港好，香港好自由啊！香港真係，我覺得全世界最好香港啊！如果樣嘢成本比較合理啲，就好啲咯。你覺得香港啱唔啱創業？唔啱。點解？香港都喺大企業玩曬啦，社會個環境同埋個經濟都唔差，咁應該創業都問題唔大嘅。即係如果你話我想開嗰啲鋪嘅話，其實我覺得有啲難，即係鋪租貴。跟台灣比起來，好的地方是比較接觸到國際化的環境，資源也蠻多的。都算係一個大城市啦，都即係國際都會咁樣啦，可以去。去外國又得啊，或者係有啲人中意嘅話，可以辦大陸發展到屋企啊嘛。有好有唔好啦。好，因為佢 opportunity 多嘛。唔好嘅地方就係佢競爭都大啦。如果唔係實體店嗰啲，其實 OK 嘅，即係你唔使交租嗰啲咯。我覺得喺亞洲社會咧，比較多人係會即係有一份穩定嘅工啊，賺到一筆資金之後，先再開始考慮究竟會唔會即係要start一個 business。